嘈啊！最近有外卖火锅店推出咗铁板餐，即刻同大家试下先。呢个铁板餐系一人份量，材料有日本一口牛、肥牛或者豚肉。点火之后就咁烧肉又得，放晒啲材料落去做铁板餐都得。好香啊！试下先。啲牛肉都几嫩喎，啲珍珠饭配埋芝士同黑椒仲好味。如果怕唔够食，可以加埋芝士汉堡扒，啖啖肉又 juicy。唔食肉嘅话都有素食套餐。块素汉堡扒咧都几真喎，同埋咧佢都湿湿地唔会干。除咗新出嘅铁板餐之外，都可以试埋招牌火锅式，留喺屋企食就啱晒。想知更多，click入内文睇详情啦。Yoo-hoo!